请您欣赏相声报菜名，表演者张九龄、王九龙。哎，谢谢啊，谢谢各位尖叫和掌声啊。什么你说？他说这手绢太白了。现在我们到哪儿也不自己带化妆师了、哦、啊，就是找了一当地的化妆师，方便。哎，他是一般他都是凌晨给人化妆，烧完之后按死人那么画的，负责出殡这一块。哎，谢谢您啊，来到太原特别的高兴，哎，非常的激动。众所周知啊，太原是我最爱的城市啊。别鼓掌了，他到哪儿都是这么说的。太原真的特别的好。哎哎，我们因为一些别的原因吧，是在太原还多待了一天。没错，5月20号呢，在这个成都啊，给师傅助演。哎，给我们师傅助演。哎，演完出之后呢，我们说直接就来太原吧。嗯，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。这点钱不够咱们哥俩挣的、哎。品尝当地的美食。好啊，有这个过油肉。他爱吃过油肉。嗯、啊，过油肉。嘿嘿，是有是吧？啊、没人理我。您不是从北京来的吧？我这个过油肉，过油肉、啊，完了还品尝了好多的东西。感觉一个什么呢、嗯、昨天晚上我自己在酒店，他们出去干那样的事儿去了，完了呢我们呀去那个夜市了，美食街啊，去美食街了。你在自个儿酒店里你干那些事儿了。我在酒店我没出去，嗯，自己说点几个，有一饭馆叫太原老菜馆什么的，还别提名字了。哎，不一定是这名，我忘了。我点了3个菜、嗯、哎呦，给我的感触就是什么呢、嗯、这儿菜量太大了，给的多呀。菜量多代表什么呢、嗯、当地人啊特别的淳朴实在。其实对于太原来说呀，我们哥俩之前还真是没有来过，没怎么来过。嗯，山西境内呢我们哥俩的商演还都是比较少一些的。是的，来到太啊什么您说多来。哎，好嘞好嘞、嗯、您放心吧，我师傅不会放过这种机会的啊、嗯、得挣钱呢。成都烧饼。哦，之前烧饼干过专场啊。张鹤伦。哦，小栾，那个优酷都给他录下来啊。没有我，烧饼张鹤伦，小这个栾哥啊，栾云平啊。5月20号我师傅又去了啊，我还特意我就问当地那个粉丝朋友，是我说你们的戒备还能套出钱来吗？老去那儿。哎，太原前日三宝也来了。三宝演出，三宝金和蓝嘛。哦啊，人家也在这里，就同一个剧场，真不错。咱们来呢得把更好的节目带给大家，都是好的节目。特别喜欢太原这个城市，喜欢这儿。我们哥俩在一块儿，我们没事老研究相声。没错，怎么能把相声说好呢？嗯，您看我这观点对不对？您聊一聊。台上好搭档，台下好伙伴，就是哥俩呀私交得好。这个合作都快10年了，咱都干嘛都快已经10年了，奔10年了，一个陈奕迅都出来了、啊、合作时间可是不短了，10年呀。今天同着各位啊、嗯、我有一个小秘密要问问您。别瞎摸，别瞎摸。什么毛病啊你？我有一个小秘密要问问您。你什么小秘密？人呢啊，你说如果说呀，啊，要是不涉及隐私，哦，您就咱就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好吗？没有隐私，没有隐私，没有隐私了。我问问您啊，哎，您是姓王吧？是不是这意思？不是，你要骂街，我抽你，你信不信？谁这么好的舞台能骂街吗？好几年都没动手了，我。别什么叫姓王吧呀？我是复姓啊，我是。哦，您是复姓、啊？谁是复姓？什么叫姓王吧呀？王八九龙，您是没有。姓王，姓王，没有八，没有那八。哎啊，您是姓王，就是姓王，王九龙是不是您？多新鲜呀！我想问您什么呢？是我呀。您这个王啊，您是工厂王，您还是那个立早王啊？走之王是吧？不是，你们俩人认字儿吗？你们俩？认字儿吗？怎么不认字儿啊？还王还跟着咬牙切齿，弓长那念张，立早也念张，
您是哪个章啊？我立早章。谁立早章啊？张九龙。你张九龙那是哪个呀？倒是有人老那么喊我。那那是哪个王？三横一竖那个王啊。那个王。对，王九认识您。认识我别瞎闹，这不跟您开个玩笑吗？别胡说。嗯，我这说实话，我搭档这个人太好了。怎么个好法？您看往那一站啊，小伙子多精神，白白净净啊，都高，少提肤色啊，少提肤色、啊、又痴心又痴心、哎、您多高？我呀啊，我身高啊，那多新鲜呢。我1.6米。对，你要1.6米，师傅进动物园就得免票了，知道吗？1.6米，你说师傅不到1.4米，你才1.6米啊？师傅得到你到哪儿？别瞎比划，别瞎、啊、1.9米多，1.9米多，1.93米，多精神这小伙子啊！哎哎哎，平常我就很嫉妒他。嫉妒我什么呀？帅呀、啊啊、是不是啊？哎哎，就是不一般人，一般人日常、嗯、日常这穿衣服也好，男模一样。我穿个大褂怎么还男模啊？私服啊，大长腿，大长腿、哎、腿稍微长一点。我这也就到这儿，朋友们没辙了、啊、到这儿、啊、您这腿得到这儿吧？谁啊？您这腿，腿大长腿可以，这就没，我腿在这儿呢。我腿在这儿呢，虽说你是头一排，但也不能脱啊。不是钱不，不是不是钱不钱的事儿，你们呀，不是不是，您等，主要是有优酷，你知道吧？说，哎，不是，腿在哪儿？腿在这儿。腿在这儿。对，你才圆规呢！你才圆，我这么，我这么走啊？王九龙，我认识你十来多年，你腿在这儿。哎，我腿在这儿。那你这是喉结是肚脐眼啊？你这是肚脐眼。你腿在这儿。对，肚脐眼在这儿。肚脐眼。那前两年我们戴口罩，你是不是勒裤衩你就出门了？你少观察我。你现在上机场都是勒裤衩的。你少观察我。我就说您好。开玩笑，腿在这儿啊！哎、这人狮子座、嗯，对不对？啊，狮子座，热情。8月份的生日，外向，对，特别开朗，热情，喜欢交朋友。哎，我爱交朋友。但是劝您啊，嗯、尤其咱们这个岁数，是交朋友都得长住了眼。什么意思呀？太原，我比您早来半天。对对对，我在酒店里，我说跟师兄弟聚会聚会，聊聊天吧。哦，各位就在我那房间里，在您那屋，您真想不到。什么呀？这帮师兄弟坐到我屋里，议论你，说你的坏话。他们议论我，我替我这兄弟感到不值啊！真的，您平常为人这么好，这帮人对您有误解。不不不，您等会儿、哎，在我的酒店里、哎哎、屋里议论你。张老师，张老师，咱不闹啊，咱要说开玩笑，咱跟大伙儿聊聊天儿啊，是挺好的。这这么多人呢，这还有优酷录像啊！我就说的实话，我对他们特别好。我觉得我老请他们吃饭、啊，好事啊！他们议论我，议论你。这帮孙子，你说我不是人？你说不是我不堪入耳。哎哎哎，我问问，他们议论我什么呀？我哪能说这个？朋友们，这放我们北京，这叫串老婆舌头。不不不，串闲话。咱孩子不干这事儿。咱哥俩多少年交情？你跟我好，你跟他们好啊？跟您好，跟您。对呀、啊，你当着各位，咱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。那咱哥把这前提说好了。你说他们说您的话啊，我半个字儿都不信。不光您别信，各位您也都别信啊。那我说了，都是谣言呐、啊，真的都别信啊。他们这帮人在一块儿、啊，我听听，说王九龙这个人，说什么？我听听。特别讲义气，我不信啊，朋友们，这不骗人吗？别，我不信，信，讲义气，这能信吗？这个，不是这叫议论吗？啊，他们议论您，这不夸我呢吗？说您这人为人正直，心直口快，说您是刀子嘴，哎，斧子心。我太狠了。什么叫狠呢？刀的嘴豆腐心，冻豆腐心。我冻豆腐太硬了。那是什么？就是普通豆腐心、哎、刀的嘴，哎，水豆腐心，豆腐心，豆腐心，哎，血豆腐的心。那是你去鸭血豆腐心。刀的嘴，嗯，豆腐心，豆腐心。在后台啊，或者在单位里给别人提意见，
这种得罪人的活谁去呀？谁呀？您去。我觉得说话直一点。您要跟谁好啊？能把心掏出来给他吃了，那我乐意呀。您要跟谁不好，这不是包袱，当时您就掉脸儿，我当时就不理他了，给人提意见去啊。如果要提错了，哪怕是岁数再小的师弟，嗯，王九龙还给人道歉，规规矩矩的，心直口快。嗨，臭嘴不臭心，确实是，您是臭嘴不臭心。对对对，您别看他嘴臭，嗯，他嘴臭啊是打胃里反上来的，他有实火，你别说了，他早上吃那头脑他没消化，他是你才嘴臭呢，臭嘴不臭心，你不臭心别人不都没记住，那赶不上人碗喝个水不乐意了，心直口快就不记仇，为朋友甘愿两肋插刀。对呀、啊、为娘们能插哥们两刀。我先插你两刀，我先这是为哪个，这是我错了，对不起啊！去你的吧！什么叫对不起啊？交朋友就得交您这样的，就说我比较正直。哎呦，真高兴，九龙、嗯，在这个太原，咱人生地不熟的啊，不熟悉。回到北京吧，回北京，回北京，我请你吃顿饭，咱哥俩坐在一块儿，咱来一个年终总结，好不好？这刚几月份就年终总结，没到年底呢。你万一活不到年底呢？你别太自信，对，我要死呀、啊！我这什么叫活不到年底啊？年度中间。咱哥俩做个总结，好，年度中间年终总结，马上六月份了，哦，半年了，请你吃顿饭，好不好？当师哥请吃顿饭，啊、不不不，嗯，不，这不合适吧？你看看，你请我吃，我告诉你，我跟你这人一样啊，啊，我也是心直口快，臭嘴不臭心，我倒没到那程度了，我没事刷牙，你知道吗？嗯、我架不住你老吃蒜、啊，我也是什么的，哎，嗯、说出请你吃了啊，你要吃我脸上有面，你要不吃我还真觉得难看。是痛痛快快吃是不吃，嗯，这啊吃是不吃，那你要这么执意的让我，那我就哎吃吧，我吃吃吃，我吃真吃，那可不真吃吗？哪儿吃？哎，不是哪儿吃听您的，哪儿吃别听我的呀，啊，哪儿吃得听您的，不是为什么听我的？这叫客随主便。哦，客随，那就是您兜里带多少钱呀？哎哎哎，不对，您别花亏了。您先等会儿，您也养家糊口。不不不，停，你花秃噜了。停，把你植发的钱都花没了。行了，到时候请客没钱了，来我随俩毛囊。有吃毛囊的吗？又跟这儿怎么办？我那个您带多少钱？您别瞎花。客随主便啊。您那成语是不是就说反了？应该我说呀。怎么你说呢？客随主便，咱哥俩谁请谁呀？谁请谁不一样啊，对不对？谁请谁不一样？别呀、啊，你请我呀！哎呦，你心脑血管你在崩了，兄弟！你请我呀，不是你请我？你说别我请客，我师弟，我是弟弟，我是我请你。我请我的小弟弟吃个饭不行吗？我请你好不好？就是弟弟，别请我弟弟，请我弟弟吃个饭。哎，就是弟弟。那我出主意，嗯，我出主意啊，啊，咱就加吃去。不，干嘛加吃啊？认认门啊，以后咱走动方便呀。他其实刚搬的家。有句老话您忘了吗？啊、怎么说呀？要饱家常饭，哎，要暖粗布衣，咱们就吃粗布衣。我是那野狗，我那儿还有一个纯棉的内裤。对。多放点麻酱醋蒜，凉拌大裤衩子，好不好？看见，给你来一凉拌口罩，行不行？那玩意儿嚼得烂吗？那玩意儿，你剪碎了，我剪碎了也不行，跟爆肚似的。你当板筋吃，我甭板筋了，我这加内裤咱就暂时先不吃了，不吃内裤，内裤咱暂时先不吃了，下回再请你吃内裤吧。嗯，咱就家常饭，家常便饭，家常饭，家常饭，好好问问家啊、喝酒吗？啊，喝酒吗？请客咱不得问清楚了吗？我倒是爱喝点。不行，这德云社规定不能带酒上台。我没拿上来啊。不能就喝完酒上台。不演出的时候可以喝点。休息日喝。对，可以喝。太好了。我爱喝。上我们家喝去。上你们家。喝酒也分很多种。多新鲜呀。中国的酒是博大精深的。那酒种类太多了。真喝酒是吧？真喝呀。咱要是喝白酒。哎、白酒。不行。白酒假的太多。假冒伪劣的，您在我们家喝完白酒，当时挺高兴啊。万一喝着假的，到家一美，眼睛噗呲瞎了，你怎么办？这个还噗呲瞎，我那么寸呢，给您眼喝瞎了，对不对？是是是。
洋酒，哎，洋酒，洋酒不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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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洋酒后劲儿大，你别喝那么多呀。当时喝完挺高兴啊，到家您睡一觉，你喝多了眼睛噗呲瞎了，你怎么办？这就瞎两回了。红酒，哎，红酒不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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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红酒不行。红酒啊，这没有什么酒味儿，一喝多了到家你眼睛噗呲瞎了，你怎么办？这是不行，我给二郎神了，我三只眼。啤酒，咱就啤酒吧，咱就啤酒吧。再往下，咱买自来水了，咱好吧？再不喝，咱真没了。就喝啤酒，喝啤酒，啤酒。那我就提议吧，哎，咱敞开的搞什么？敞开的搞，怎么搞？咱来那东北的喝法，什么喝法？踩着箱喝。好，哎，玩命！我喝不了这么多。坐箱子上喝行吗？坐箱子上喝，箱子不打开啊。这坐箱子上喝啊，咱俩来的痛痛快快的，啊、来的一箱半箱、哎、三瓶两、哎、一瓶啤酒，一瓶啤酒，紧着往下唠。一瓶啤酒，紧着您不够喝呀。哎呀，一瓶啤酒，紧你咱一瓶啤酒倒二十杯还不行吗？你什么？你得问什么啤酒？一瓶啤酒能倒二十杯？高高的杂沫啊！前面那北京前面那大碗茶见过吗？哦、高高的杂沫。哦，您是杂沫倒二十杯？这我以为是我起来之后完了又来点了呢，我以为是。啊、哎，紧着您喝，紧着我喝这一瓶啤酒、紧着客人喝。我是客人。您要说喝完之后，哎呦喝不了了，晕了，剩多少我喝多少。那晕得了吗？一瓶啤酒。酒要少吃啊，事要多知。你老有的说，咱俩就一醉方休啊，醉不了。一瓶啤酒，一醉方休。好，一瓶啤酒，一醉方休。酒菜我给你来点好的呀。你别老拍我。酒菜给你来点好的。那我听听，你请我吃什么？说出来了吓死你。我听听。哎呦，我说这，我一般过生日才这么吃的，真的。我这么好吗？这东西？大闸蟹，行吗？螃蟹。好，大闸蟹，好不好？大闸蟹好啊，大闸蟹，阿拉斯加深海的大闸蟹。您啊，您该吃药了。您这话这都病句，这都是阿拉斯加深海大什么大闸蟹吗？大闸蟹没有吗？深海里边有闸蟹吗？怎么还有阿拉斯加呀？哦，那都是海蟹是吧？对呀、啊，得河蟹、啊哎。我也没怎么吃过，得河蟹。河蟹阳澄湖的有假的，假冒伪劣太多了，我得先吃上啊。你阳澄湖那螃蟹吃完噗呲、我又瞎了，瞎了，我什么我都瞎了，一瞎我就噗呲。这样吧，咱换一河蟹好不好？这说不定河蟹呀、哎、清水河行吗？清水河好不好？哎，让辫儿哥哥和六哥哥一块儿给你捞去行不行？哎，火鸡儿宋老三穿着水叉子下去给你捞螃蟹去，辫儿哥在岸上，来这里，不是好吧？没有清水河，清水河里边没螃蟹，那就阳澄湖里边有大连。哎，阳澄湖，咱就阳澄湖，阳澄湖，阳澄湖，给你买，40只，四十只，四十只，不是各位那玩意儿不便宜呢，那不在乎钱，啊、咱请师弟吃饭能在乎钱吗？四十只大闸蟹，我好吧，我吃不了那么多，吃不了没关系，吃不了，吃不了没关系啊，打包，打包。啊，给你们家那帮穷亲戚，什么？给你们家那帮雍容华贵的亲戚，主要就那么一个两个的亲戚吃是吧？不不，你们家亲戚都是这个，哦、你们家亲戚都是，给他们尝尝去啊！给他们尝尝，好不好？好好，给他们尝尝。哦、问问你爱吃公的爱吃母的啊？爱吃公的爱吃母的？哎，我爱吃母的，母的肥呀、啊。爱吃母的，母的肥呀、啊。买39只母的，一只公的，买之前吃之前给他们放缸里先观察一天。观察一天，第二天打开缸一看，那公的没了。什么叫没了？这39个母的给那公的吃了。那具体咱就观察不了什么细了。20只公的，20只母的，20只公的，哎，20只母的，一样一半。请您吃螃蟹。哎呦，好好好。不过还有一点，什么呀？我不知道我们家楼底下呀，嗯，那个文具店有没有卖的？这样，买得着咱就吃，买不着咱就算。好，那准买不着，那准买不着。什么叫准买不着、啊？不是谁家文具店里边卖螃蟹？你告诉我，万一人要是有新项目呢？您这拓管的太杂了。那这样吧，嗯、螃蟹没有啊？啊，没螃蟹，咱找东西代替。哎呦，这什么东西能代替螃蟹呀？松花蛋行吗？当皇上了，当皇上了，对不对？哎，
松花蛋好，可以了吧？是，太美了吧？你吃过什么呀你？嗯，这大闸蟹这一下就改松花蛋了。哎呦，那能一样吗？好，松花蛋烧完之后放手上颤颤巍巍的，那跟螃蟹差不多。不会假松花吃瞎了吧？不会，那你给松花杵眼睛里了，你这。哦，松花蛋，松花蛋，吃过松花蛋吗？吃过吗？好像是吃过。咱们老百姓吃松花蛋啊，都切瓣儿，对吧？对，倒醋。我们家松花能切瓣儿吗？那怎么吃啊？榨汁儿，松花榨汁儿，跟喝泥似的，知道吗？喝完就都是你这种色儿了吧？你去，给你改面膜，啊，知道吗？火山泥。哎，吃不吃松花？全吸收。吃不吃松花？我还行啊。不过好多人呐都说这松花呀是石灰烧的，对，有那么一股子味儿。确实有那么一说。您怎么样？我还行，不吃就算了。谁说不吃了？我不还说还行呢吗？哦，你说的还行。还行啊。我听成不行了，我少听了一走汁儿。我少听一走汁儿。还行。不行。少听一走汁儿。对。你是人类吗你？少听一走汁儿。我一听松花不行，不行不吃了不完了吗？还行。来点别的。有走汁儿。哎。松花咱炸不炸不炸汁儿。咱别霍霍东西。切瓣儿。咱就正常切瓣儿，正常吃，哎，当凉菜。来半拉松花。俩人半拉松花。废话，你啤酒不就一瓶吗？你吃不了我上哪打扫去？太会过日子了。半拉松花蛋。一半松花蛋。多给你放姜好不好？放多少姜啊？放40斤姜。有一种密室逃脱找松花的感觉。棒不棒？40斤姜，40斤姜，半拉松花。对，那我这吃姜是吃松花呀？你这就，我再给你换一个，再给你换一个。咱不用40斤，别生气了，别生气，咱别40斤，再给你换一个啊！啊，再来一个花生米，你行吗？可以了吧？花生米，你是中国人吗你？花生米就美生，花生米至于的吗？哎，蒸一盘，煮一盘，炒一盘，炸一盘。好吧，都不如费那火钱。花生米，嗯，不过花生米，我来太原之前呀，我看我爸在家中午喝酒吃花生米呢，我不知道能不能给我留下。您家楼底下有自由市场，对不对？有啊，我都踩好点的，肯定是有啊。他比我清楚。你上我们家之前，嗯，你在楼底下自由市场，嗯，你先买40斤花生米，这又40斤，背一个大麻袋，嗯，到家之后，咱俩脱了外套，跳到花生米堆里，咱吃。cosplay 小松鼠，好吧，松鼠冬眠似的，好吃就好玩。你别说，什么玩意儿？不是，你请我吃饭，对，我上你们家，我扛40斤花生米，咱俩人吃2两，你跟你爸得出去卖去是怎么着？我告诉你，我宁可不吃，我都不买。买不买？不买。不买就不吃，不完了吗？不买不吃不完了吗？啊，真不吃啊？这样吧，韭菜我看着编排吧，好不好？咱有韭菜吗？咱有韭菜吗？韭菜我看着安排。不说了半天半拉松花，定主食吧，定主食吧，兄弟，我得吃点碳水。主食，主食来好的。嗯，什么？在咱们中国这个文化里，啊，代表着喜庆祥和的主食。什么主食？饺子。哎，我爱吃饺子。好吃不如饺子。哎，好玩不如锅锅锅。您是哥，你是我哥，个高是哥，哎，不行，你是哥，你是哥，你是哥，他94年的，你是哥，好吃不如饺子，舒服不如倒着啊，怎么玩怎么玩都行，哎，不是怎么玩都行，不怎么倒着都可以，哎，咱们就吃饺子啊，冒昧了 啊，不用冒昧，这可能涉及一点问题啊，什么问题？咱们得把这馅儿。嗯，定好了，咱们吃点羊肉馅的饺子，那不都能吃吗？啊，你问我干嘛呀？不是有好多人嫌羊肉膻吗？那意思，我得先吃上，咱再膻呀。来点海鲜的行吗？来点海鲜的。倒霉模样，海鲜的什么馅？我听听。海带行吗？好吧。海带包出来讲究白包绿，多漂亮！我碎似的，我那玩意儿跟嚼头发似的，我那个。小龙虾爱吃吗？小龙虾爱吃啊！我在外边出差，我看人有那个龙虾盖浇饭，那玩意儿不便宜。为什么不能包在饺子里招待朋友呢？一个样啊！一个饺子里包一只小龙虾，不去壳。
捞出来之后，龙虾这钳子在饺子外边探着，深水小炸弹一样。算了，好吃又好玩。好，我吃一个饺子，给我上牙糖咬穿了，我再。不，咱包壳行不行啊？那就纯龙虾肉，龙的，那就来羊肉馅的，行吧？到底什么呀？这个东西羊肉啊，它谁吃它都好，没包边，补身体呀、啊。羊肉补身体，好不好？行，纯羊肉的，纯肉的，那就是肉丸子啊，一点纯羊肉的。好，还放点别的吗？放点纯羊肉不行吗？纯羊肉有点太膻了。那放什么？来点葱，来40斤葱，行不行？40斤葱。你们家怎么什么东西都按40斤走量啊？都，我这怎么都40斤？40斤听着特别大气。不是，咱就算了吧，就纯肉丸。咱纯肉丸，不要葱了，纯肉丸的。哎，包100个，100个，吃10个，给您煮10个。干嘛这样啊？总让您吃热乎的。我爱吃烫嘴烫心。吃完之后，咱们沏点艳茶、啊。这干嘛呀？小肚子上弦。怎么讲？谈谈心、哦，再聊一聊，咱们探讨人生。好啊，那咱们就包饺子，咱就这半拉松花蛋。对，行，半拉松花，一瓶啤酒，100个羊肉丸子饺子。哎，好吧，不错。我看看今儿这我也没带着表，没带表，你看什么？今儿是礼拜二是吧？我也不知道礼拜几。礼拜三回北京。哦，礼拜四后天，好不好？好，礼拜四，嗯，早上凌晨3点半，八达岭长城。你多带钱，别跟家里说。到那儿我接着你，咱们就哎开怀畅饮，好吧？你是要绑票是怎么着你？凌晨有个人约饭约凌晨3点半八达岭长城的吗？那个，你不告诉我第几家台阶吗？你，礼拜四早上9点，好好的，咱们哥俩不散不见。那就别见了，不散不见，干什么？那不见不散，不见吗？行了。不要唱了，我们大伙儿就心情蛮愉悦的。不要唱了，不见不散啊！哎呀，9点不是咱定哪儿？北京啊，北京大了，北京，我哪儿找你去呀？王府井行吗？啊，市中心，市中心找我去吧。王府井哪块儿啊？我就开车，我就接你来了。到时候咱发微信，你把我那微信好友通过一下。行。我通过了，就是在黑名单里。吃饺子，好，好吧，吃饺子。100个饺子，演出啊，半拉松花，一瓶啤酒，得了，纸醉金迷，我绝对，我就过提前过生日了，我这就，得了，您慢着啊，拜拜，我演我的，哎，慢着啊，您别说，各位还真不错，我跟这90啊搭档10多年了，今天这人生第一回说请我吃饭，哎，咱也不是，咱这，我问问您啊，因为这太原我也不熟，也是问您，也是问朋友，有土著您得跟我聊一聊。什么呀？咱们就这个山西大剧院啊，就这儿，这剧场附近有没有奥特曼啊？是吧？有吗？有奥特曼，我就放心了。有奥特曼，对，我就放心了。哪儿啊？奥特曼？不是。我一会儿啊，咱们团队定的是我明天回北京，不，我得给您预备食材。我那意思晚上，我上奥特曼，我弄点钱，我就赶紧我回家了。奥特曼弄点钱，不是您这说的是都是人话？山这太原奥特曼啊，我跟您这么说啊，啊，太原没有奥特曼，是吧？长治有奥特曼，长治有奥特曼，阳泉也有奥特曼，来不及。什么叫奥特曼呀？就是，哎呀，你这人土老帽。什么叫土老帽？哪有奥特曼？好多银行外边有一玻璃房子，写着奥特曼。插进一卡去，取个3头500的。我高铁呀，我改签，我得赶紧回去。我兜里没带钱，你知道吧？哎，啊，还真可爱这人，你看，银行门口有一个玻璃房子，都有 ATM 奥特曼，这不很普遍。这人真没有文化啊 ！ATM 那不叫奥特曼，那是什么呀 ？ATM 那叫阿童木。哎，阿童木，这哪有阿童木？阿童木像话吗？我取点钱。没有阿童，叫 ATM 自助取款机。对，我得赶紧回北京了，我得给您准备去啊。我取去，我不知道哪儿有，您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哪儿有，还得再搜。对，比较麻烦。啊，什么？您说，把卡给你，你给他钱，你知道他密码吗？你，太原大哥太狠了。不，把卡给我。不是，您这点出去取钱去？对，我取5块钱，我买高铁票回。
夹走了。5块钱呀、啊？对呀、啊，5块钱您哪儿您也到不了您。没关系，那最少那100呀、啊，那是取的、啊对。我取去，给我拿了，告诉我哪儿有，把那地址给我写下来。你这话说的，我去，来来来来来，还没。你们见过什么呀？你们100块钱，你们干嘛？你们朋友们，我刚才说什么来着？说什么呀？王九龙这人性，用着人去议论吗？是不是好哥们儿？无所谓，你挥金如土，说错的了吗？仗义疏财，我哪句捧乱了？太晚了，行了。您看看多够哥们儿啊！我这一说怎么着，这呱兜里掏出来了。行了，这是多少钱？100呀、啊。谢谢。谢什么呀？谢。小子，哎，甭来这套，我懂啊，这儿还没请我吃饭呢，对，我先搭100，我玩这套的时候你还穿开裆裤的，知道吗？甭来这套啊。哎呀，你有病吧王哥？啊，什么叫你搭100？我还没吃着饭呢，这录像回去大家看重播去啊！啊，我走到这儿问你哪儿能取钱，我说跟你要了吗？你干什么你？这钱，这是道德品质的问题。你同是镇都人，山西父老怎么看我？你现在你这种态度，你在影响了我在山西的。气坏了！你看看，大家开始不信任我了。你严重的影响了我在山西的声誉啊！我影响不了你的声誉，那是个人的问题，你可以去医院查。名声扫地干嘛呀？不是，我说王九龙，你给我来100，我说这话了吗？还急了？我是个臭不要脸的吗？行了，姐，我给你提钱了吗？急了，行了，你这脸气的黑紫黑紫的，你说，行了，别扒拉我。不是，你干嘛呀你？不是，你看平时跟哥们之间就不闹吗？对不对？就跟哥们，你不逗吗？你这是开玩笑呢？逗着玩呢。好得多快，你说说。我就说嘛，哎，王九龙不是那人，咱不在乎钱。我今儿走这儿了，嗯，我说我没钱了，我跟九龙借100。是，甭聊借，干嘛？我九龙那儿，九龙哥哥没钱了，没钱了，给拿100。你听听这话，能不给吗？我给，对不对？我这干嘛？我让观众看见呀。我说给我拿100，能不给吗？我给，这钱给我，您心疼不心疼？我不心疼啊。在乎不在乎？我不在乎啊！这钱拿走，撂下！我一猜就这一套，哎，比刚才高级了，哎，在乎不在乎？心疼不心疼？这钱拿走，谢谢。稳住了要，摁瓷实了要。不是，我回北京。你回北京，你回呀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没钱，人不给改签。我不给改签，我回不去呀。你回不去，你走着走，你走着走。我打山西走回北京去。你不减肥吗？你不爱走吗？不行，走着走吧，走着走太累了。累啊，累跑。那跑不更累吗？跑会儿歇会儿嘛。实在不行，我找人，那个找一机场，我给你托运一下。我是金卡，给我托运一下。对，托运，给你托运了。不是你，我拿你100块钱，我真的不可以。你别丢了，你放这儿。放这儿，你不拿它丢不了。啊！哎，气力还挺大，你看吧。嗯，就压着，跑不了。我回道儿远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快！你100就不给我是吧？就甭废话，我得吃上饭。嗯，快走。包饺子。哎，包饺子，半拉松花。我跟你说，他一上来我知道什么意思。这还没请我吃饭，先圈走我100，门也没有。九龙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咱呀，别吃包饺子了，那对呀，100块钱没拿走吗？嘿嘿。
是我请你吃饭多呀，还是100块钱多呀？我估计是100块钱多。您这堆东西超不过10.5块，真的。我那意思，包饺子费事。对，你不包它省事。那不包我，咱年轻人呀、啊，年轻人，咱在家里多数点外卖，不做饭，要动火也就是焖点米饭。我们家没有面粉，您明白这意思吧？买面粉能花几个钱、啊？我要请您吃包饺子啊！我到了北京，我得买面粉，我得买肉馅儿，买案板，买菜刀，买擀面杖，买燃气，买抽烟机，买门，买窗户。孙子，你有家吗你？你有家吗？你就给我煮个饺子，要什么抽烟机呀、啊、你那有烟吗？那个那不拌的松花蛋汁儿，那不很恶心吗？别说那没用的，别说那没用的。我那个咱吃点省事儿的吧。什么省事儿啊？干饭汆丸子。丸子汤啊？你看大嘴一咧，丸子汤啊。你学我干嘛？丸子汤不省钱。怎么呢？用刚才包饺子那好羊肉的羊肉馅儿，羊肉馅儿给你汆。哎啊，这么大个的丸子，这么大个的丸子，跟台球似的，那太大了，不用您张嘴吃啊，您就把嘴放桌子上啊、完了呢，我找丁俊晖往里杵。好，这要吃干我还废了，给我做一核酸。我找他往嘴里给你杵丸子。我自个儿吃干饭汆丸子。行，干饭汆丸子，多放点冬瓜。这干嘛呀？消肿啊！我吃什么了？我有肿？消肿啊！我有那么肿吗？来点海米。有海鲜了？有海鲜了吗？来点海米、别放香菜了，他不爱吃香菜。不，我爱吃香菜。那行，来40斤香菜。又40斤，我不吃香菜了。你吃我不吃？我不吃了。哎，咱焖点那个天津的小站稻米、那有名气啊，浮着一层油，哎呦，就着咸菜，您能吃2碗啊？我现在就饿了。哎，好不好？好，丸子汤，干饭汆丸子，配米饭。好，要是丸子汤啊，哎，这个啤酒就算了吧。啊，不，您的啤酒算了，这酒也不给喝了。不是不给喝啊，啤酒是水，丸子汤也是水，您在肚子里它逛悠。不是，来白的行吗？一点酒，白酒。啊，白酒，你不说白酒假的多吗？外边假的多啊，家里有珍藏的。您家有真酒？茅台，喝茅台，请我喝茅台，秦始皇元年的茅台啊。秦始皇元年嘛，好，我喝，我能飞起来，我喝完了，你就是神话那成龙那电影，你踏上天庭了。我别，您留着吧，啊，您留着吧。那换别的，喝点别的，换别的啊。剑南春可以了，不是宋朝的吧？不是宋朝的啊。剑南春分2款啊，一种是金的，一种是银的。对，我觉得您这条件呀、嗯，您适合喝那个银剑南。我适合银剑南。对，您应该来多喝一点银剑南，好吧？您就是一个特别银剑南。你仿佛在骂街。什么叫我特别适合银剑南呀、啊？剑南春嘛，剑南春不行了，也不行。剑南春还有一款酒，我不爱喝，市面都没卖的。什么酒啊？珍藏的，自个儿瓶上写着6988一瓶，喝、嗯，行啊？你跟哪儿买的呀？拼多多呀，对不对？我爷爷还帮我砍了一刀呢。我替你爷爷砍你一刀。我那6800多，拼多多买的超不过10多块呀，砍的9.9块了吗？不行吗？那能喝吗？那才喝完眼睛噗呲才瞎了呢。9块，尤其是喝9.9块的白酒吗？那这样吧，啊，早些年呀、啊，我父亲来咱们这儿旅游，带过一瓶珍藏的汾酒。汾酒，汾酒好不好？好。汾酒好，汾酒好，汾酒好，咱就喝汾酒，喝汾酒，有一个私人定制款的，私人定制，2斤装的，就喝不了这么多啊？不是一整瓶，嗯，就一个底儿。对了。不，这不够喝呀！兑水，哎，兑水，喝热的兑开水，喝凉的兑凉白开，想喝凉的兑点杰克丹尼，好吧？不要糟蹋我了，嗯，好吗？咱就有多少喝多少，有多少喝多少，不要兑水了，不兑水了，哎，那你看这白酒少，嗯，咱那松花是不是就算了？啊，大哥啊，半拉松花，半拉都不给了。你这一口酒滋溜你喝了，剩半拉松花，我谁打扫去呀？是不是？我先吃松花再喝酒不好吗？松花别浪费，现在国家不提倡浪费，咱们得这光。我半拉松花，我至于浪费吗？我不要松花了，不要松花了，不给了，不给松花了。那怎么喝呢？是吧？啊，咱直接就摇骰子喝白酒。对，哎，我这喊8个1，你就开，然后你就喝。
咱俩人八个亿我就开，我不太适合这个游戏，我跟你说，俩人喊八个亿，那就这样，喊12亿我开多好啊。韭菜你就甭管了好吗？有菜吗？有什么咱吃什么，逼急了我都能吃色呢，我告诉你还非得逼急了吃色了，咱呀就丸子汤好不好？行，好羊肉啊，行了行了，羊肉现在得40多呢，我得吃上。羊要都40多一斤羊肉，你看我能不能？40多一斤羊肉，它50多斤一斤羊肉，你也得可以溜达着走嘛，溜达着走。我穿完台球丸子出你嘴里，这么大台球丸子，你老憋着出我嘴里，你先回家，咱回去再聊，咱再详聊。走走走，我得吃上。你看住了啊？我看住了，放心吧，没人拿。嗯，得嘞。这个包饺子呀又改着干饭，咱呀别吃干饭汆丸子了，不行，我一想不行啊，这干饭汆丸子又怎么了？这叫什么呢？啊，摊儿泡饭水花花，水花当时您吃完肚子里挺饱啊，不丁时候啊，那不丁时候吗？您站厕所一泡尿，厕所里您就喊饿。有那么快吗？咱呀来点那扛时候的吧，台球，别吃，直接吃台球。哎，炖肉烙饼，这个哎热量又够，还好吃，行吗？一种奢望，炖肉烙饼，炖肉烙饼，行，您说什么都行。砂锅炖牛肉，有砂锅，黄焖栗子鸡呀、啊，这好。要吃这鸡肉啊，省事了。怎么呢？我们家里还养着呢。家有，哎，您看啊，我今儿礼拜二礼拜三到家吧、啊、把这鸡宰了，用高压锅呲到礼拜四下午，兴许呢这鸡肉能烂，兴许能烂、嗯、您这会儿回去啊，对，到家把这鸡宰了，呲24个小时，高压锅上气儿，猛呲24小时，高压锅猛呲，哎，到时候24小时，到时候我开直播，张九龄呲鸡，对，我那张九龄呲鸡战场，把我那厨房都照下来，你看直播，绝对不偷工减料，刺激刺激战场，一分钟就疯了，您知道吗、啊、刺激战场，不是高压锅刺老母鸡，您这必须得24小时，兴许能烂是吧？兴许不保准啊、哦，不保证能烂，兴许能烂，兴许能烂，对，您这鸡多老啊？哎呀，多老不知道了、嗯、反正据我姥姥说呀，据你姥姥说，这鸡比我妈呢小3岁，拎着辈儿啊，我得管他喊二姨。哎呦，为了请我兄弟吃饭、啊、这二姨我不要了，别刀下留遗，我宰了我二姨，宰宰完以后你二姨夫不打名了，咱不吃了，咱不吃了，留着您这门亲戚好不好？留着我鸡姨好不好？不二姨吗？鸡姨、哦、鸡二鸡姨二鸡姨鸡二鸡姨二鸡姨夫，留着我，留着这边亲戚。哎，好好，那咱就光这个砂锅炖牛肉了，把那栗子放砂锅里。好好好，让你吃点栗子，好不好？我可爱吃栗子了，好不好？那咱就砂锅炖牛肉。砂锅栗子炖牛肉，这牛不是你舅舅吧？这牛是你舅，是我舅舅。是谁舅舅？我舅舅。我得问清楚了，我以为是我舅舅呢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这牛是我舅舅，嗯，这牛是我爷爷都行啊。这栗子不是你舅妈吧？这栗子是我奶奶。各位，真走点仕途太难了。啊，那咱就这么吃了啊。好好好，砂锅炖牛肉，咱没有黄焖栗子鸡了，没有了。好，让我爸给下厨烙点螺丝转的饼。我也给你爸炖了，给你爸炖了。哦，这能说？你舅舅惹不起，你爸我惹不起吗？行。烙点螺丝转的饼，这干嘛呀？撕着吃解闷儿。哦，还解闷儿。吃完之后、嗯，咱们来点冰美式的咖啡，这是去去油腻呀、啊。我是得去去油腻了。去去油腻呀、啊。冰美式。下午咱们好好聊一聊，好，好不好？好好探讨探讨相声艺术。砂锅炖牛肉。好，好的牛肉。好牛肉。50块一斤，拦不住啊。比羊肉更贵了。我那意思。拜拜。拜拜。咱们有缘，再见。再见。我牛肉，我知道牛肉，牛肉，走走，拜拜，快快快走，快走，有天黑了，快快快去，快，慢着慢着。哎呀，他有刘龙啊，咱别吃炖牛肉，别吃炖牛肉。这牛肉又怎么了？牛肉这玩意儿塞牙呀，对不对？嗯。牛肉它塞，我那个40斤一块不切的塞牙呀。
太混了吧，四十斤一块整牛肉不切往里炖，对，他塞牙呀。啊、哦，咱吃点省事儿的，吃点省事儿的。什么省事儿？我请你啊，咱们痛痛快快的啊，咱们礼拜四在我们家呀，咱吃窝头吧。吃什么？窝头。送你俩字儿，嗯，死。这是一个字，死死。吃窝头好吗？哎，吃窝头。你让各位评评理啊，请哥们吃饭，这半拉松花我都太满足了，你知道吗？有请人吃窝头的吗？哎呦，那有请人吃窝头的吗？我听这话头，你吃过窝头啊？窝头谁没吃过呀？您那窝头什么样啊？那窝头还什么样？上面一尖儿，底下一窟窿，得亏问问。怎么意思啊？我这不一样啊。您那个上面一窟窿，底下一尖儿。哦，他给倒过来了，他给倒过来了。杂技团的窝头，还不一样吗？面也不一样啊。啊，你那什么面？我棒子面啊。我这玉米面呀、啊。有区别吗？光玉米面吗？江米面、红米面、绿豆面、栗子面、青丝、红丝、青梅、橘饼、圆肉、瓜条、哦、大大的鸡子一发，加点好的牛奶，硬泥叫窝头。那实际呢？福地八宝大槽糕啊，还真不错。有多少钱没地儿买去？是，咱就吃窝头，咱就吃窝头了。嗯，回来。哎，我钱呢？我钱呢？哎，什么？哎，你别给我装哑巴！我钱呢？说话说话，我钱呢？说话。Can you speak English？ 啊！哎，我会说话，我会说话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钱，快快！不是，那钱，我钱呢？我钱呢？我钱呢？大风刮走了，大风。这剧场里能有风？龙卷风没有龙卷风，行了。龙卷风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。龙卷风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。刮走了，刮走了。别，你回来，赶紧套上，快快点。没接了，踹你了啊！这么多人看咱俩，这多少？你也知道这么多人看你，给我套来。你撒开我，我不跑，还跑不跑？哎呦，我套。套来，你别有劲吗、啊、你？大小伙子20多岁奔30的，干嘛的了？这台给你拿过来不得了吗？臭不要！你这人。一块的是吗？你那多少的？我那100的，我那是。给你，我套上。你一手交钱，一手交钱啊！我要你一块干嘛呀？我这事儿就怕黑吃黑。甭废话，咱俩这是白吃黑，你知道吧？哎，别给我撕了！给我啊！撕了事儿就大了。来啊！来。意思啊，别你给我快套上快，一手交钱，来啊，三二一，走。什么人呀、啊？没人性。谁没人性了、啊？你有，我怕你给我掉包了都。都是那张吗？哥们儿，这么多年干嘛呀？你那有水印吗？你那个？那想不了那，那神经病啊你！那就窝头了，行吗？吃窝头不干点吗？就吃窝头了。吃窝头不干点吗？我这窝头可太棒了，嗯，我这窝头这面什么都特别的好。是盗窃呀？是猥亵呀？哎，这跟着支着好看吗？这个不是这个太冷了，我暖和一下手。上你兜里暖和，上你兜里暖和去。好啊。就窝头，你100块钱，你穿肋叉子让你怎么了？我放这边，就吃窝头，就吃窝头，吃窝头，吃窝头，吃，太干了是不是？吃窝头太干了，你也知道干呀。自来水喝吗？自来水，吃窝头喝自来水，这叫请客是吧？小米粥行了吧？咱得来点稀的，喝粥啊。窝头小米粥 啊， 啊，吃啊，我请你吃吃。这窝头小米粥我都够呛能吃上。不信您看着，九龙啊，哎，要不咱甭吃窝头了，咱喝点汽油吧。王九龙，你小子可太难伺候了。
不吃那不吃，你要吃什么呀？你要吃什么呀你？哎，不是，是我不吃啊，是你不请啊？真吃？那可不真吃吗？真吃甭加吃了。那哪儿吃去？外边。哪儿？下馆子。拿自来水管子滋我。饭馆子，饭庄子。饭庄子。北京大饭店行吗？您留着请别人吧。什么叫大饭店呀、啊？就在我们家，我北京大饭店。北京大饭店还大半年，你知道那门冲哪儿吗？北京大饭店冲前。傻子是谁家门冲后开呀、啊？我那意思，你知道你去过吗？我请您吃南北大菜，满汉的全席。你呀、啊，也甭吹了，甭说这些大菜了，你把菜名说出个三样五样来，我就知你请客这情了。这话你说的多新鲜呐！头一道菜。蒸羊羔有吗？哟，这可是大补。蒸羊羔，蒸熊掌，蒸鹿眼儿、烧滑鸭，烧雏鸡，烧子鹅，卤猪卤鸭，酱鸡腊肉，松花小肚，晾肉香肠，什锦酥盘，熏鸡白肚，清蒸八宝猪，江米让鸭子，好，罐儿也接过鹌鹑，卤什锦卤子鹅，山鸡兔脯，菜蟒银鱼，清蒸哈什麻，烩鸭腰，烩鸭丝，烩鸭条，清拌鸭丝，黄心管，焖黄鳝，焖白鳝，豆豉鲶鱼锅烧鲶鱼锅烧鲤鱼，清蒸甲鱼，抓炒鲤鱼，抓炒对虾，软炸里脊，软炸鸡，什锦套肠，麻酥油卷，卤煮寒烟，溜鲜蘑，溜鱼脯，溜鱼肚。溜鱼骨，溜鱼把子，溜肉汤，会三鲜，会斑猫，会全丁，会蛋，炒虾仁，会虾仁，会腰花，会海参，锅炒海参，锅炒白菜，炸开了炒田鸡，桂花翅子，清蒸翅子，清蒸江瑶柱，糖溜芡实米，这真不少。有拌鸡丝儿，还有拌肚丝儿，什锦豆腐，什锦丁儿，糟虾，糟蟹，糟鱼，糟溜鱼片，溜蟹肉，炒蟹肉，清拌蟹肉，蒸南瓜，酿窝瓜，炒丝瓜，焖冬瓜，焖鸡掌，焖鸭掌，焖笋，炝茭白，茄干，山豆，鸭羹，蟹肉羹，还有三鲜木须汤，真不少。有红丸子，哎呦。白丸子、溜丸子、炸丸子、南煎丸子、木须丸子、三鲜丸子、四喜丸子、鲜虾丸子、鱼腐丸子、鸽子丸子、豆腐丸子、汆丸子、一品肉、樱桃肉、马牙肉、红焖肉、黄焖肘、酥肉罐、烧肉、烤肉、大肘、白肘、酱豆腐肉、红肘子、白肘子、水晶肘子、蜜蜡肘子、半肘条、汆三样、爆三样、烩银丝、烩三鲜、溜白杂碎、三鲜鱼翅里的鸡、煎汆火鲤鱼、板鸭、筒子鸡，好，真不错。这菜想吃不想吃？想吃。爱吃不爱吃？爱吃。爱吃吃不了。怎么呢？我就这一块钱。哦，白说了。